你们两个要不要重现一下那个？重现什么？重现什么？对，天若有情的一个片段。放过我吧。又演戏？我错了。又跳舞。<笑>来，我们有一个道具哈。哇！哇！哇！这个还行。这是一段刘德华和金角大王的爱情故事。<笑>来，准备，天若有情选段 ，Action。 跟着你准备走了，我能帮你三百零，还有个打火机。快走！我周身腰好细啊，马蜂腰。华子，跟起来做什么？我过来把衣服还给你。上车！上车！ 向前，向前，走吧，走吧，上车，上车。周深，周深，我要是你，我就不演这一段，我上不去。妈呀，结束了，到你们了，等等上。天若有情 ，Action。 你起开！你好，跟着来做什么？反正我就走吧。你说我是五百。哎，你们看，演戏了，演着呢，演好久了，第一句词儿都下了。五百老师，Action！ 跟着来做什么？走吧。我把衣服还给你，还有你的打火机。 大口气，上车。那你得下来，我才能上。<笑>那这样我就演原版好了。来，你的打火机。烧我的头发。刚才怎么样，敏涛姐？特别好。 第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小申最后的那一笔，他上不去，我不是故意做效果，对，我是真的上不去，他是真的。好了，你毁了刘德华，毁了我和刘德华的相遇，你也毁了我们春游家族的友情。我看到他们三个人就讨厌。我好不容易塑造了这么多期，从不能对视到现在了，又回去，一期全没了。 四个人想一个团名吧，今日我们三贾华，明日甄华，到我家，贾华团，可以啊，那要恭喜我们的贾。